金世佳在提《爱情公寓》，遭吴秀波质问：“你一句假话也没说过吗？我就是演员，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节目。”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将会迎来《爱情公寓》情景剧的主演之一金世佳。作为《爱情公寓》成名的金世佳，似乎对这部剧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，连一版该剧都没有，并且还曾发文支持王传君一词讽刺《爱情公寓》。金世佳作为《爱情公寓》走出来的演员，似乎在事业上并没有像陈赫、娄艺潇等人那样的顺风顺水，而且似乎还与《爱情公寓》有点格格不入。这一点他似乎与王传君有很多的共通之处。就在《爱情公寓》引发吵得最火热的时候，他发了一则这样的博文，其中所说的是2015年是他对王传君说的一段话，其中说道：2015年我告诉他，演员最重要的是要有羞耻心，不能什么戏都拍，什么面都露，什么热度都蹭。他已经做得比我好了，以后会更好，次再支持他没有选择出演影版《爱情公寓》。就是这样一个耿直的演员，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也首次提到了《爱情公寓》。他说到拍《爱情公寓》，那时候我大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从没有拍过戏，似乎在诉说当时年少无知才酿下大错。而且金世佳在现场还遭到了吴秀波的质问：你从小到大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吗？而金世佳竟然非常较真思索道：我从16年开始，那个时候我就不说假话了。而且他说的非常的硬气，非常的有底气，而且目光更是非常的坚毅。而徐峥也是机智的化解了这个紧张的场景，并且对金世佳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。他跟王传君一样，身上有一股哥哥的那个劲，而其中徐峥所说的哥哥的劲，是说他非常的刚正，不去随波逐流，而且还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，哪怕他知道自己认同的这条路不好走。而我觉得现在娱乐圈难道不正是缺这样的演员吗？难道这样的演员就该被淹没？我相信他的前途比任何一个人都光明，因为他的内心是光明的。当他不好的时候，请给他一声鼓励，哪怕一声加油。